局长你不用怕，梁振英民望垫底，你永远都不会是最低的。梁议员请你提问。主席，人命危钱，有弱累轮，千钧一发，你还要白上加斤。喂，现在死人啊，人命关天啊，你急惊风雨着万囊中。我问你很简单一个问题，古时有周处除三害，现在呢教育界有三害，第一个就是 TSA， 第二个就是人员不足，包括教师啊、大班教学啊，包括不够社工啊、辅导人员。你不解决这两个问题，你学不学周处，做埋这两样嘢自己走。我仲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成日去日本㗎嘛，睇樱花㗎嘛，唔开会㗎嘛， TSA 嗰啲人想反映意见俾你，佢听到就冇事㗎啦。去咗，我而家问你，日本赏樱花好多人都去，你有冇睇过日本嘅官场有两个方法除害嘅，一个就係切腹，一个就係鞠躬。梁国雄议员，主席，我正式问佢，睇完樱花之后有冇吸收到日本嘅问责精神，你揀切腹抑或鞠躬？梁国雄议员立即停止发言，坐低。学周处一样，梁国雄除埋自己，几时？梁国雄议员刚才嘅提问呢，并非同呢个主体嘅质询直接有关。梁国雄议员，请你坐低。梁国雄议员，请你立即停止发言，坐低。局长，局长你可以选择回应。多謝主席，我不回應。